Sorry 不够红，吸收舞更夯。洗手很简单，但是洗手的时机都重要。什么时候爱洗手？了不起吧，这年头连洗手都可以变成舞蹈的主题。彰化基督教医院昨天为了宣导清洁双手活动日，特别举办健康洗手舞大赛，由各科护士组队将洗手动作融入舞蹈中。瞧，这不是连 Super Junior 都搬出来了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动新闻记得洗手报道。你要接触别人，尽量爱洗手。